嗨，大家好，这是我们中心天园的一个313平方，做了4房3卫哦，3个客厅。我们的层高是3米3的，除了软装没有以外，然后其他都是一样的。这是我们的厨房，非常大气哦。我们这个是3梯1户，对面还有一户是330平方的。另外的话，我们这边还有个塔七，393平方，还有几套啊？这是我们晾晒衣服的一个阳台。楼下就是我们卓越中心，我们进门分左右两边，那另外这边就是我们的卧室了，4个卧室。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次卧，这个次卧直接可以通到阳台哈。这是我们的洗手间。另外我们住宅的话还有也有2套540平的，这是我们的主卧，主卧非常大气啊，有洗手间跟衣帽间，然后晚上的夜景也是非常美的，3000多万，然后你办完手续就是交付给您了，就可以买加湿电器入住了。我们带了4个阳台，这是一个套间，欢迎参观。